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初三识嘅，初中初三唔关。高一的时候，高一，我们是小学同学，我们两个，所以就认识了很多年了。文英应该是初三的时候，初二咯，初二，应该是初一初二已经认识他了吧，可是没有很熟。高一咯，高一，应该系初三咯，虽然佢唔识我啊。他这跟文英已经认识了12年吧，好像。第一個印象咧係啊好乖嘅，佢係啊圖書館議員嚟嘅。我覺得他是有點傻傻、啊，他是比較精的一個學生，有點嫩嫩的樣子咯。比較精的人啊，佢係一個好乖嘅人啦、啊。一個讀書仔咁啊，嗯。OK。細細粒咁啊，好合群。一個很清高的人，時常在店的管店。如果冇記錯嘅話，佢係初三第一名嘅。文英的话，最深刻印象就是她很勤劳，很酷的女生哦，拼命攒钱的，可以讲，嗯。文英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哦，也是很好人哦。运动健将哦，运动健将哦，打排球的嘛。他很厉害，打排球啦，排球校队啦，然后每次去打排球这样的东西哦。这人搞笑。很搞笑，很想捉弄我的，骗我的。佢系外表系好冷嘅，佢内心咧系有一团火嘅。
就好似我哋考試咁啦，佢好好勇敢地咁樣 share 佢啲答案俾我哋啦。除咗工作同工作之外，幾中幾貪錢下嘅，據我所知係，啊，好中意揾錢啊或者咩啊，何志文是一個 businessman。尹英的话呢，其实她是一个在我印象中很独立的一个女仔来的，比较知悭识俭的那一种，又喜欢音乐，可以说是音乐人，音乐人，而且我还记得她很喜欢唱一些古老的歌，那些山歌那些，她也很会唱的。何志文就斯斯文文，曾尹英就丑丑陋陋了。现在他们两个要结婚，我真的是想都没有想过，很不可思议咯，我想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一起，真的是估你们不到，估计不到啊，这种东西想都想不到，不过真的很 surprise， 真的是很 surprising 啊， surprise 哦。他们真的很配，因为他们是很会打算未来的人，然后文英嫁到他也是一种福气，因为他真是唐文英啦。他们两个的话呢，我是觉得是天下对，因为两个都咁忙。咁忙定咁昂？咁忙咪忙。OK OK， 绝配咯！他真的是天生一对啊！就直接想到眼睛这个事情啊。张文英就灭火啦，咁何志斌就干柴啦。点解？干柴烈火啊。OK。何志斌系一本书咯，唔系咸书，系一本书咯。出边咧睇似好似冇乜嘢咁样，但系入边咧其实佢好聪明、好劲嘅，乜都识嘅。考歷史的，我話坐何志斌右邊啦，咁何志斌就做曬成份試卷啦，所以我哋就等緊佢嘅答案啦。咁最尾十五分鐘咧，何志斌就開始派答案啦。等就派到何志斌自己張台都冇曬考試卷，跟住佢就趴喺嗰度瞓覺啦。瞓到一半嘅時候咧，個老師就過嚟啦，叫醒阿何志斌啦。何志斌一醒咧，佢張台咧就冇曬字啦。嗰個時候咧，我哋就攞咗佢啲答案咧，就一個一個傳翻俾佢咯。呢個就喺我印象最深刻、最好笑嘅一件事。小學嘅時候啊，很多年前啦，他是我的比心比坏友嘛，然後就他跟我講，他可以幫我修理，然後就幫我修理啊，修理了過後，我幫他 charge 我多少錢啊，我忘記了，然後過後就我還記得很好笑，就是我媽媽打電話給他，跟他講啊，但結果他嫌貴。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忘记二年级还是一年级，我忘记了，就很厉害赚钱了，他就会。我记得何志斌的就是考 SPM 啦，当时他被人做了一镬啦。印象最深刻的，我哋因为我哋有搞一个 Chop Slam 嘅嘢，啊呢、這个我认知嘅 ，so 好不幸嘅意外扑亲，就唔小心整爆咗佢嘅牙。咁就要帶睇醫生，咁嗰日嗰個嗰陣時咧，佢就食嘢就唔方便，就我去打包雞粥俾佢食嘅，所以佢會好記得噶，應該大家都好記得。整個禮拜不能吃硬嘅東西，然後就吃粥啊，玩一個禮拜。包嘅係純啊嘛，所以係慢慢一羹一羹咁食咯。然後就很好笑啊，我覺得何志斌有一樣好棘嘅係，佢好似好趕時間嘅。由讀書開始，佢已經係趕住放學啦，趕住翻屋企啦。我唔知佢趕咩嘅。先梗係要多謝阿何志斌啦。如果冇你嘅話，我做唔到長輔噶啦。因為你初三俾我睇答案，唔係我真係升唔到班。真係多謝何志斌，仲有畫面姐，多謝，因為佢兩個坐我前面嘅，仲有就尹燕啦。雖然依家係。人妻啊，不過我覺得你對音樂嗰啲嘢咧，我覺得你真係好勁，好有天分 ，so keep it on。祝佢哋白頭到永結同心啦，白頭偕老咯，身體健康。就祝福你們新婚快樂，恭喜發財，新年發財。因為就嚟過年啦，打個周年先，早生貴子啦，張文英。
走三鬼子，白头到老。最紧要就系喺你搬翻嚟，我听到有戏啦。我志文，你最好好好对文英哦。两公婆有什么东西不安的话，墙头打高墙没我咯。新婚美满，年年来可以开开心心过你下半辈子，跟他一起。很爱 forever。嗯。文英，我们祝你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恭喜恭喜！恭喜恭喜